음식은 갈치조림 국물 추천드리고 싶고요. 가볼 만한 데는 제가 이제 또 촬영하면서 갔던 곳인데 고짜왈이라는 곳 괜찮고 그리고 녹차밭. 好，他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济州岛的话呢，可以吃他们的就是生鱼片，还有烤秋刀鱼。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值得去的地方，有一个西广茶园，大家也可以就是去逛逛看这样。它是在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呢，也发现许多有趣的地方，欢迎大家一起去逛逛。所以李敏浩教我们怎么点烤秋刀鱼，要怎么讲？烤秋刀鱼要怎么讲？开启秋林，开启秋林，开启秋林，生鱼片，开启秋林，生鱼片。 네회도맛있죠회도맛있죠怎么那么长我不能说会还有开西초림초림开西초림好那这个这个要录起来因为李敏浩教大家讲韩文了